那么在我们媒体朋友专区是我们的拍照板哈，现在已经被我们媒体朋友占领了，没有关系。好，我们往前面去，前面发掘新的冒险。太棒太棒，居然有气球花式。谢谢大家，好，我引导去前面餐车拍摄一下。哎，可以跟这个背板一起吗？比较有点感觉一点。借我过一下啊。OK。
西。
你的真实要抵达台北这边，在台北站下部的贵宾，请检查你的随身行李及贵重物品。为了你的安全，你的列车停稳后再移去上车。谢谢由医院台的进行及防疫措施，请发上台北。感谢你介绍的体验，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。我们列车即将抵达台北车站，在台北站下车的贵宾，请检查你的随身行李及贵重物品。为了你的安全，请在列车停稳后再移去下车。谢谢由医院台的监视及防疫措施，以免发生危险。感谢您，谢谢大家。
的长官贵宾，我们列车已经抵达台北车站，我们下一个停靠站树林站。亲爱的媒体朋友，如有需要取材拍摄，也欢迎您与我们一同继续搭乘前往。要提醒您，本次列车到树林站后不会再返程。本次列车到树林站后不会再返程哦。糖就好。
边躺，那边小心。您好，可以放在旁边饮料杯架上。好，谢谢。最后一节，后面就弃权。今天每年东部都卖得不错，现在被西部最赚最高。那赶时间的，或者说这个不要在乎那个价，想多花点赚。对。就树林终点，终点了，快点，那叫清车。
按照那个，就按照回收为进行。在三月台，我就是扣他过来，我要找他。那我们帮你把东西拿。
8389